最快要过年了，您计划好要去哪里旅游了吗？在美国拥有33年历史的丽池旅游呢，现在是推出了经典的欧洲邮轮之旅，让向往邮轮度假的民众可是千万不要错过。在2013年哈，我们旅游的一些注意事项哈，因为现在出国旅游是一种时尚休闲的一种方式。OK， 如果你能够提早在规划你的旅程，然后妥当的安排行程的话，那你就可以及早的让你的梦想成真，而且你能够收到你预期比你预期更多的这些期待。2013年呢，我们丽池旅游名人假期推出来的一个旅游的新的趋势跟方向，就是我们将传统的经典陆地的旅游加上了邮轮的旅游行程，我们将这两种完美的好旅游行程结合在一起。大家都知道邮轮是一种很休闲很享受的，你可以享受美食很悠闲的这种旅游方式，但是陆地的旅游呢，它就可以很深入，然后到达邮轮所不能到的地方，然后弥补这个邮轮的缺失跟不足。所以我们将这两种把它合并起来，结合成了这种完美的行程。那我们在2013年推出两个巨献，一个就是我们的西班牙跟西地中海游轮之旅14天，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意大利跟东地中海的游轮14天之旅。那我们在陆地上除了有我们的这个非常优质的行程，我们还有一群非常精锐的导游，那我们再把各个景点呢哈，在各大城市我们都有加配当地的专业的导游，在为大家在各个名胜古迹好做详尽的解说，并告知大家这些风俗民情，使大家在这个旅程当中玩得又尽兴，好又知性跟感性，这就是我们在2013年的最新巨作。